差不多荒山状态。虽然伊拢无讲吼，要关起来安尼，吼，但是呢，伊伫民国76年啦，吼，76年呢，伊透过啊一个大学生，伊叫迄个大学生去啊申请财团法人。啊，申请财团法人了咧，跩开始正式吼，没有对外，人来要回乡，要倒来，因为因咧管理叫人卖倒来，阮都无咧落啊咧。啊，是啊，这样事厉害，讲吼，伊要封山的时阵，伊有法度吼，甲成立财团法人。迄当阵台湾全省所有的庙宇无人成立财团法人。如果伊若无成立财团法人，今日即间吼已经早就变作私人团啊咧。哦，伊伫一个姻缘呢，这个姻缘多少伫8年前，我要伫乡长的入来，哦，我当时要担任哪来乡长，我即马是伫做管理员，啊，我当担任哪来乡长的时阵呢，伊透过吼，啊，伊过去一个真吼真重要的家己义德啊，哦，的修缘善事来甲我讲吼，这公司哦交代伊讲哪来才要搁重整啦，吼，啊，开始起来找人啊，那真呛事的安尼。啊！叫我讲来甲因斗三工吼，这是一个机缘呐吼。当然我当时我嘛无答应，但是尾啊呢吼，为着哪来未来的发展，吼我嘛认为讲哪来乡吼，这个所在拄哪来山坡地一个起点，啊，尤其哪来4,600公顷的面积内底，拄有2,068是山坡地，啊，2,600公顷呢，吼，哦，是咱平原呐，吼，哦，咱山坡地拄后壁，这山拄要到2,000几公顷，啊，即马这个山呢，已经证实的，吼，哦，像龙沟脉啊，吼，哦，这个登山步道，哦，这嘛全省最有名的，啊，这个龙沟脉登山步道即马最有名的就是八色鸟的重要栖息地。这个八兽鸟发现哦，伫这个所在哦，伊生殖密度啊上济。那最近啊，日本吼，啊个阿根廷啦吼，甲北欧啊是倒位吼，因为迄5、6个国家清在吼，啊规队啊咧，啊一台游览车，2台游览车咧，来连连星来，拢来这里吼，咱这种等边啊，吼这个地公天家吼，底下咧赏鸟，啊因看有咱是也看有。哦，真正八兽鸟是一个真害羞的鸟啊！啊，但是呢，因就是讲这是足珍贵，因外国人讲吼，都独独来台湾，恁才看到上界清楚，恁才八兽鸟生殖密度上高。啊，这个后山这个呢，佫拄好那清明节来搞呢，佫有一个紫斑蝶蝶庄，足拄好都清明节来搞哦。迄紫斑蝶为高雄啊吼。高雄开始一直飞起来，循着这个中央山脉一直飞八卦山，飞空气啊咧，啊再个飞倒转去，我这是现时是全世界无法度去解说的哦，上界奇特油气啦吼，油气就是讲话咧会走的迄落吼，移动的吼，会只个哦鸟类的啊吼，啊蝴蝶类都干咧这里紫斑蝶，所以阮即阵。目前啦吼，这个龙沟脉生态，啊个八色鸟的重要栖息地，甲紫斑蝶蝶庄啦吼，这个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态哦。所以我就认为讲吼，如果哦，我还强调下，了我就是思考讲，这个日本神社早期的济公堂，尤其呢，伊是全省吼济公心脉的传遍。全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啊咧，哦，啊，如果若把这个心脉啊吼重整，哦，应该啦吼，能够带动哦地方的发展，是头啊有这款的想法。啊，但是呢，到尾啊吼，说敢若欲罢不能啦吼，这个欲罢不能就是真正吼，冥冥中就有这么一股力量哦，在推着你往前走啊咧，哦，真正，这都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啊咧，啊，伊曾经咧。证明咱济公师傅，证明我透过吼另外伊个性格的机心吼，即个话大学生哦，迄机动大学生哦，叫我去，甲讲吼，你即马吼重整啊吼，已经第二届信徒大会甲董监事会拢重整完成啦，啊重整完成了，你有三件重要的工作要去做啊咧，伊讲第一件，你爱带东港师傅去台南天公坛去禀报天公。甲
玉皇大天尊讲，阴尊拿来的老济公骨，转来重整骨，重新要得归救世安尼。啊，若有三个杯，啊，你再去伊的天宫咯，摕伊的娘夫转来夹我安尼。我拄到阮东港寺咧，随去啊天宫天台南天宫大呀，啊真正讲煞啊，甲挂三个杯，真正三个拢受杯安尼。啊，转来了，伊讲第二项任务。伊讲，你有机会爱去北京天坛，爱去禀报皇都大天尊。诶，因北京天坛吼，咱就是讲北京乡，咱基本材料都安尼过，要当时去啊北京。啊，拄真正伫旧年啦，像咱算个要两年前啊，旧年诶元宵节，我拄一个真正偶然都巧合咧，有奈会甲拄好去北京。啊，拄好伫元宵节咧讲诶，因问我讲要去天坛，我讲哦。来的目的就是爱是爱来祈祷，啊，拄迄工来去完成伊交代的第二项任务。第三项，伊讲叫我吼，这两项完成了后，爱去西湖净慈寺。西湖净慈寺吼，是济公师父得道的所在啦。爱去西湖净慈寺禀报南平古佛，吼，讲伊要出来救世安尼。如果禀报南平古佛，禀报吼好事的时阵，伊会足风光的呢。哦，来去重庆啦，来济公堂。啊，我呢，真正是拄五月十八呢，啊，带阮上京团，阮济公堂个上京团，甲阮东港寺呢，啊，拄去参加因大陆天台县咧办一个济公文化节。啊，济公文化节呢，因即马大陆开始注重济公啊，济公文化，啊，因咧邀请。南投县啦吼，南投县甲因因为有特殊的关系，就是南投的一外堂，甲因浙江杭州的西湖，因有结姐妹湖啊。因当年咧，拢咧办两湖论坛，因底下吼啊，这个邦交啦，这友谊啦吼，这姊妹团做了感情真好。啊，阮拄搭因的车过因，甲因过咧，因拄敢安排阮去先去天台县伊的出事的所在。啊，去国清寺，吼、哦，伊去那里耍的所在，啊，才走去灵云寺，吼、哦，伊去求道的所在，啊，才阁走去净慈寺，伊得道的所在，啊，才阁走去五宝寺，吼、哦，伊的灵骨啊，埋伫啊，照讲，因讲唔是灵骨，是衣冠冢啊，吼、哦，伊挖起来根本就吼，因迄人甲挖起来时，无看到这个师傅的骨头，是干呐看到伊的衫底啊，咧。这表示啊，表示讲这种师傅吼，是一个不死老翁安尼。啊，完成三工会转来了呢，啊，就开始一直咧吼、哦、推动吼，拿、哦、来这种整个重整，啊，就开始这个济公大会师这个工会呢，就逐渐成型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一旦今仔日啦吼，啊，距离我的济公大会师呢，拄元月十二号呢，拄剩较无两礼拜，吼、哦，啊，拄较无两礼拜呢。啊，会当安尼吼，啊，各位吼，伫易经界吼，伫魔术界呢，吼、哦、这么德高望重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这么资深的诶前辈，吼、哦，拢会当啊到这个所在啦吼、哦，我嘛表示讲吼，非常的高兴甲光荣安尼吼，啊嘛希望讲啊大家呢，会当敢提出指教，吼、哦、敢指正安尼，啊，阮这回济公大会师呢，说实在的吼。哦阮这个工作哦，要推动是千头万绪。我今要甲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哦，这个就是阮这回济公大会师暨两岸文化交流的总策划，哦，也是阮的总执行长啦，哦，伊是咱台中长春防灾基金会的执行长廖怡诚啦，哦，廖执行长。今日这吼，这都要出自他的手笔啦，哦。啊，真正是这公司吼，冥冥中啊，暗中啊，有法度去找到一个人才出来吼，才有法度推动到这个工作啊咧。即若讲吼，以阮目前的班底啦吼，啊，甲我吼个人的资源啦，根本都没有那种能力吼，去完成到这么重大的工作啊咧。所以讲吼，这冥冥中吼，拢有一个吼，拢有一个真巧妙的安排啊咧。我相信讲今仔日啦吼。啊，各位哦，能够来到这边呢，啊，我个人呢，对咱卢总会长哦过去啊，对阮的指导啊过去，对阮哦，甲阮安尼哦，会当讲提供不少宝贵的意见，
哦，只是阮一条明路，啊，即我嘛啊感觉，哦，我嘛讲哦，感觉上哦，互我会当安尼哦，啊，没有任何的啊挂碍，会当啊顺利迄落，啊，今日这刘总会长啊，真的也是功不可没啦哦，我伫遮完啦安尼哦，啊，感谢我们刘总会长，谢谢啦哦，谢谢刘总会长安尼，啊，再一次哦，啊，很诚挚的感谢大家今日莅临，欢迎各位，谢谢各位。Let's go.